克击剑队的女配队长。For your information， 我还有个特殊的身份，是邓尔豪的未婚妻。啊，未婚妻？二豪妻，这次回法国，我们就办理结婚手续吧，让单方面的求婚变成双方面的结婚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会回法国，但是不可能跟你结婚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跟我结婚啊？难道你移情别恋了？还是说你在这里有喜欢的女人啊？可是他们看起来都很普通啊。啊，是说的。二豪亲，这次跟我回法国，我不会再让你逃出我的手掌心了。以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，你是男子组的金牌，我是女子组的金牌啊。哇，我好浪漫啊，回法国吗？好了，你别闹了，先回去。我们现在在训练，你先回酒店好不好？拜托，有什么事情我再去找你。那你亲我一下嘛，我就走了。你亲我一下啊！不行，你别胡闹了，我不会亲你的。不许走！不要回法国，留下来。你说过，因为我。练习不再苦闷，因为我，你开始期待每一场比赛。你的梦想是和我一起拿到世界第一，不是吗？昨天晚上你问我，如果你回法国了，我会不会想你？我会，我会想你，所以你不许走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这个女汉子 ，Airport， Are you kidding me？ 伊莎贝拉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邓尔豪是我白无双的，你想带他走？得先问问我答不答应。帅气啊，这就是我喜欢的人，霸道女总裁。你喜欢霸道女总裁啊？那我命令你，把昨晚那个喝醉的我忘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能量由我补给，你的心跳脉动只能属于我。如果你现在离开，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。没事吧，小章鱼？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会留在这里，因为有他在我身边的世界第一才是我想要的世界第一。世界第一？哼，在法国，中国击剑队的名字是功力不足。你骂谁呢？我说错了吗？小贝拉，够了。白无双，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的目标是世界第一，能提前和自己的对手来场暖身赛也不错。你还是要小心一点，这个伊莎贝拉是法国联赛的蝉联冠军。我想到没死角。
我看了他几场比赛，没有太大的发现，但有些小细节你可以注意一下。如果你非要说他的画风的话，就有点像《海贼王》的恐怖三鬼帆船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有这些就足够应战了。我要狠狠地修理你这个女人。安哥，不是Alan， 进攻，反攻，得分。测到我的攻击，从来没有人可以在第一箭就挡住我。是邓尔豪告诉你的？这是因为我姐厉害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喝点法国墨水你就不得了了，就你这个程度，你再回去好好练练吧。你伊莎贝拉，面罩戴上，否则扣分。安哥，不是，艾伦，我先送你去医院，走。乐表姐，这是真没事吧？我问一下，走。你忍耐一下，医院马上到了。下个路口才要转，我没有注意到。我怎么看着你比我还紧张啊？别着急，慢慢开，我没事的。我们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心情吧。啊。